各位小金粉大家好，我是 KIN 阿金，没有在跟你放水了哦。这光怎么看起来闪亮亮？为什么看起来闪亮亮啊？是怎样一进去就呈现嗑药状态吗？ Go！ 哎呦，不要撞我，不要撞我！为什么泰斯拉克起步会输人家？我不相信这个事实。哦，你们前面不要激战啊，很恐怖哎、欸，很恐怖呢、欸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来来来，果然这是一个无脑场地。哇，这比谁外内外的好啊！啊！打滑了哦，就是这样子嘛，该拿到第一的时候还是该拿到的啊！猜对了，选泰泽拉克啊！哈哈哈。可以哦，来，我们就这个泰泽拉克。没想到很久没有玩那个 GTA 线上赛车，这样轻轻松松就让我拿第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哦，后面应该是都没有人啦、啊。这场地还有那个烟火一直在放哎、欸。啊！如果他烟火放出去的时候，然后刚好我车子压过去，那会怎么样啊？会被炸到吗？要靠着弯内，靠着弯内。但是其实我也没靠得很弯内啦，因为你转弯幅度还是不能过大啊，过大就会像刚才那台这样打滑了，有没有？我要避开他那个烟火的，等一下被炸到，炸到就尴尬啦。要赢喽！我不行，还是要专心哎、欸。虽然是拿第一的，但是你要想说，一个失误就没了哦，就前功尽弃了哦，就没有参赛。哎呦，吓到吓到！我们怕被那个烟火给炸到，应该是不会怎么样吧。好，稳住哦，应该是可以的啦。好啦，一波流准备刷过去 ，finish winner。来了，先专心了。Go！ 我觉得泰斯拉克是不是起步有点慢啊？感觉起步都会被人家欺负啊。好像这种场地，它有优势吗？速度车速也开始有点快了，怕等一下打滑。哎呦，哎呦，一个大弯，哎呦，啊，过弯，要过弯，不要撞我车尾。哎呦，被撞了一下，然后有点小失控。哇，把它做成一个像赛车场的场地耶！不行不行，赶紧追上去。而且还，这个场地完全是在玩赛车场啊！哎，做的不错哦吼！啊，不要打滑，拜托！啊，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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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个打滑就没了。两轮跑法，哎呦，哇，好坏哦，太扯了吧！那个前面的那个太扯了吧！哎，玩个赛车有必要这样子吗？
他直接靠过来硬往我右边撞欸。你们有看到吗？你们有看到吗？好，不行不行，慢慢追啦！我不要当万年老五啦！你觉得这种场地要什么车会比较有优势啊？然后是，比如说像有一些什么意塔利啊、幻象啊，好像跑这种会比较在行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弯道对他来讲啊，我知道了，应该要选 X80 啊。X80对这种高速弯其实还蛮 OK 的哎，如果你的弯道不要太大的话，哎呦，不要再打滑了啦！他只要一个大弯的时候，我就失误了。我们第一名跑好远啊！哎呦！我现在有墙壁啊，我决定撞墙过了。赶快，赶快！第一名已经完赛了啦！走，赶快走，赶快动起来！哦，第一名也太快了吧！后天断考，没再怕的，别啦，赶快去读书啦，这样子我才有机会拿第一名，好吗？不要一直跟我抢第一名啦！Go！ 你知道你刚才上一场没玩的话，我就是第一名了吗？哎呦，过弯赶过去！哎呦，我这弯做这么大要干嘛？哦，不能再迷路了，不能再迷路了。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会迷路。我因为我很讨厌看那个小地图的黄点。哎呦，哎呦，撞到中间那棵树，不知道会怎样啊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打滑啊 ？Yes，Yes， 啊，又被撞歪了啦！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哇，怎么一个大失误啦？我的第一名，我的第一名没了。因为那个弯太大了，然后又不想要杀太多车，你知道吗？专心啊！第五哎、欸，第五说不过去啦！啊，碎！哇！该第三名带第四名出去哦！呼呼哦呼！哦呼！啊！不要撞我！不要撞我啦！给人家拿一下第一是会怎样啦？啊啊！出去了，出去了！哇，这个弯那么大哦，完全拉不回来啊！看，人专心再专心了。还有几个弯是陷阱弯啊，就是你就会觉得，哎、欸，前面几个弯
我这个速度就过得去啦，我干嘛刹车？就错了，就是真的要刹车，好不好？刚才有一个弯是在边失误，对不对？就是没刹车。啊，前几名跑掉了啦。哦，追到，追到。啊！不要一起出去啦！哎呦！好，放油门，放油门！我怕，很怕撞到他、啊。我刚才有放油门啊！我刚才不放油门，跟你讲，他绝对被我顶出去，然后第二名就变成我的。但是我不想要这样。